你要什么？我想要录开头。你想录开头？你是 Andy 呢？姐。你我是大家好，我是李一。今天我们来到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吃小秘密。今天是橘色的，我们是三号桌，然后呢，如果他点到了，他就会哔哔哔的亮。对，它就会哔哔哔的亮。那有点那个套餐吗？这很像 UFO， 给我介绍一下这个 UFO。这很像 UFO， 下第三个 UFO。我们两人一碗面，他们儿童餐，一碗两个人分嘞。然后呢？11、12、13、14。然后再给妈妈。今天是你主讲啊，姐姐姐姐要录进来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在等沙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等完沙的时候呢，我会继续录一些我们吃东西的样子。直接加进去。又爆了啦！啊，另外一个。我们是第七号，然后第三号的又爆，还又爆第七。另外一个，放桌上，放桌上。等下会，对，好。然后这些 UFO 呢，是拿来当做点餐的东西。来给爸爸。我的还没有正确的哔哔哔声，我的还停着的。就是儿童餐差不多的面啊。小心哦，妈妈。好的。啊，这看起来可以。因为它这次有一块肉哈，跟儿童餐的一样。奇怪，沙沙，你们看沙沙子就好了，应该是有沙子，但是我哎呀都不是沙面，这里开始是抓它，然后先夹到，然后面都可以到到它，然后再停下去，这样蛮好用的，不过我觉得蛮好用的。小欧，你的爸爸装玉米给你。妹妹，你要不要玉米？妹妹，你要不要玉米？妹妹，要不要玉米？不要，再给你好不好？小欧，好了哈。